欖球是一種講求耐力、意志和團體合作性的運動。隨著近年香港欖球總會和政府都大力推廣宣傳，令到多咗人認識呢項運動，參與嘅人數亦都越嚟越多。而欖球總會喺今年嘅1月1日就舉辦咗一個名為元旦日青少年欖球賽嘅比賽啦，俾青少年球員一個大展身手嘅好機會啊！咁開頭我哋舉辦呢個賽事嘅時候咧，即係希望咧就係俾青少年可以喺一日嘅比賽裏邊咧，互相切磋啊，互相競技一下。咁所以近幾年咧，我哋都會咧就係集合埋香港嘅回流學生啦，翻到嚟香港而組成一隊咧就係波，咁再分拆兩隊嘅時候咧就係再作比賽嘅。好多大家耳熟能詳嘅香港欖球代表隊成員都曾經參加過㗎。可以話是一個令他們成名和躋身國際舞台的踏腳石、在這個比賽裡面也有很多球員就是被人發掘了，例如現在我們香港七人欖球賽的明星級球員 Keith Robertson 和郭家俊也都是參加過這個比賽而被人發掘了，晉身就是香港隊的。當日的比賽是由12至20歲的青少年分成不同的組別進行共8場的比賽，近幾屆開始更加有一場女子組的賽事添，但是要講到全日比賽的焦點，就當然是最後兩場的男子 U18 和 U20 的比賽了。今日的賽事舉辦得咁成功啊！我哋聽下欖球總會的社區發展部主任梁永康先生有乜同大家講啦。今年咧亦都係渣打銀行第三年咧，就係贊助我哋香港欖球總會社區發展部。咁啊，就係因為多得贊助商嘅贊助啦，咁亦都令到我哋香港欖球咧就係去到另外一個唔同嘅層次。咁其實贊助商渣打銀行同我哋香港欖球總會嘅目標啦，同埋形象咧，亦都非常之相似，有活力啦，同埋健康。咁所以嚟緊幾年咧，我哋都希望咧贊助商可以大力支持我哋，希望我哋香港欖球咧可以更加之蓬勃嘅。